同埋 My FM 最佳男配角就曾耀祖。系啦，当然咧，我哋两个系代表唔一样。喂，够啦够啦够啦，足球员咩你？因为今日嘅场地好大，我可以尽情嚟。喂，走咗两圈先好。喂，啲尖叫声可唔可以大声啲啊？现场咁多人，系咪先？系啦，欢迎嚟到我哋 My FM 感感嚟 2.0 Go Go， 冇错。所以今日咧，我哋有好多嘅口号咧，都要配合大家嘅。只要咧，你哋见到我哋听到有阵间我哋美欣咧系我哋嘅主要嘅司仪嘅，佢一讲三二一或者一二三倒数嘅时候，最尾我哋一齐嗌个 Go， 好唔好？我哋先练习一下先，一二三。呢邊好大聲，呢邊爭啲。今日我哋有派好多嘅獎品嘅。如果咁嘅走勢嘅話咧，啲禮物會去曬呢一個邊㗎嚇，好唔好啊？當然咧，我哋呢個隊咧，我哋紅呢隊咧就係我哋嘅你可以講華語的。哦，是是是，我覺得我很辛苦。我們怡保人會聽華語，對。我知道。他笑的。真的真的，有人笑，而且跟。我們三才華笑呀，這個是。我知道三才，我知道。好，跟著我們紅色的這隊呢，我們當然就是林德榮這一隊啦。我跟你講，我們中間呢，這邊分開一半。我们要吓他们一下 ，OK？ 右边的他们就可以。我们现在来 battle 一下 ，OK？ 我们这边 ，Hi， Hello， 都 Indonesia， 达到。你可以讲华语的。English or Malay？ English， OK， OK。等一下，我 bro， 我最担心他是讲 Hokkien， Hokkien will do。OK 啦 ，or a。可是那个麦克纳也是 ，Cantonese 也是。哦，那个麦不是很晒哦。OK， 你先讲。所以现在呢，我们三二一，我们喊 Go， 就是要吓他们。OK， 一二三，听到没有 ？OK， 因为我是怡保人，我清楚怡保的热情可以去到边嘅，嗰边是 OK 过关，我哋呢边可以更加好噶嘛，系咪先？我见到好多靓女，好多靓仔，充满晒活力嘅。Can give me some effort, some okay? Just like later, I will introduce Roy Kim. So how will you? Okay. So okay, later I will add 3, 2, 1, and you say go. Okay. 3, 2, 1. 大家我同你讲，因为嗰个 Roy Kim， 系今日我哋系有 battle 嘅成分噶，系。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呢，除了我们在台上呢，刚刚讲到有 Roy Kim，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戏呢。对对对，我跟你讲，刚刚我们早上在彩排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游戏是跟气球有关，好像我好了，那可能怕气球的朋友他们会觉得哇，气球的游戏很精彩，然后很吓人，是不是？哎，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怕气球，这个游戏其实看的都会觉得一直在流汗。OK， 咁啊，先讲翻咧，今日嚟咗好多位朋友，有边个唔系怡保人嘅？可唔可以举手嚟睇下？都好多喎、哦，即系咁得闲咩？你哋嚟怡保争食啊？有冇搞错啊？唔系，欢迎你哋嚟到呢边嘅。咁啊，稍后咧，我哋会即系 recruit 一下大家，同大家可以现场嘅朋友都可以上台同我哋同埋啲艺人一齐玩游戏嘅。咁啊，稍后先拣。而且咧，想同大家讲就系、是、今日咧，即系除咗嚟咗好多位 DJ， 包括有我啦、周曾耀祖、Peace 张以博之外，仲有林德荣，仲有 Jeff 陈浩然、阿 Yun 吴嘉润、阿 Jack 叶朝明、阿美欣、阿 Royce、Catherine。有没有漏啊？没有漏啊！没有漏，没有漏，没有漏掉。OK， 当然除了我们现场的朋友之外呢，我们还会有 My FM 的 Facebook 的朋友。Hello， 对了，就是我们这个小女生。那要不要转头看一下我们怡保的朋友呢 ？What's up？ 好了 ，OK， 讲咗有 DJ 啦，不过讲下歌手有边个先？是的，当然我们就 Roy Kim， 我们还有 Winston 温胜光，仲有。謝賢啱啱出咗新歌，哇，好撐眼呢個牌 ！Justin 劉介輝，哇，剛剛開完演唱會的董宇哲，還有 Zen 俊倩，冇錯啦。咁啊，稍後你哋就有機會可以同佢作近距離嘅接觸嘅。咁啊，工作人員，我們手上呢就有這個 merchandise 嘛，對不對？所以我們拿出來之後呢，我們就要收回去了。是，當然是要拍下去啦。對對對，好，怎麼辦？我来就收麦一下你的这边的心好不好？我要这边也帮我喊一喊，边我要噶？那这边有谁要啊？爷爷 ，OK， 所以我们直接拿着去派吗？问问题吧，简单的问问题吧，好不好 ？OK， 你这边先开始好了。OK， 好了，想问下睇，讲出
今日有份参与 MyFM 敢敢嚟 2.0 高嘅 DJ。 好，呢位朋友。OK， 不然这样好了，我觉得我们下去好不好？都好。嘿嘿，德荣，仲有咧？曾耀祖，全部啊？系全部。阿 Yun， 阿 Peace， 颜美欣系主持人系咪？啊 ，Catherine， 系，同埋陈浩然。他跟叶朝明没有很好诶。叶朝明同埋 Royce。系啊，多谢。耶！好了，到我这边了，到我这边了。好，这边举手，请你告诉我呢，今天演出的其中一位女歌手好不好？刚刚我讲过了，来，请站起来好不好？来，就你了。来，我们今天的女歌手俊倩，谢谢。好了，当然还有，那刚刚我们讲完女歌手嘛，我们男歌手呢？来举手一下。哎，我觉得我要去后面一下。好，来这边。请问今天演出的男歌手有谁？龚宇哲。恭喜，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我直接派了，不要等了。好，直接派了。哦，谁要？好，小心。好，谢谢。OK。好了，刚才 Joe 呢 ，Joe 就有讲呢，其实我们在我们需要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帮我们一起完成我们的这个游戏，那我们可以。来，这个时候要选人了吗 ？OK， 先讲翻啦。咁之前透过我哋 MyFM 赢咗上台同我哋 DJ 同埋艺人玩游戏嘅朋友咧，你哋可以揾我哋嘅工作人员 register， 然之后证明咗你系个 winner 之后咧，拣翻你嘅队。喺我哋男队呢边嘅咧就系 Jeff 陈浩然嘅，我哋今次咧系蔡呢边嘅，好唔好啊？是，那我们的红队呢，也就是林德龙这一队呢，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当然，底下很多的 DJ 呢都会坐在这里。那如果你要进我们的这个队的话呢，就要换上我们这个红色的衣服了。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需要我们这边呢，这一队我们需要七个朋友，而我呢个 side 就要八个人嘅。是的，那谁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游戏的话呢？记得，因为是敢来嘛，记得你要够敢，好不好 ？OK， 来了，红衫嗰位女仔，红衫嘅女仔一个。好，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好，我需要青色那衣服那位女生。好。还有吗？然后我需要绿色衫的男仔一位。好，我需要蓝色这位女生，对，就是你。哎，白色衫的女仔系啦，那个。好，来这边，我觉得我需要选一位。好，那就你好了，好不好 ？OK， 我有三位了，是你。好，我需要男生。系啦，我需要男生。三四，仲有多四位。好，前面呢个灰衫呢个女仔系，我需要黑色衣服那位男生。白衫嘅系，你啊系你。对，就是你。等先，俾我知道有几多位先。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然后那位蓝色衣服的女生。六。对。咦？怎么多咗咁多个噶？是他。他还没吧 ？OK， 你哦，对，就是你。我睇一睇先，有啲唔系我拣嘅。OK。我这边还有1、2、3、4、5、6、7、8，啱啱好。OK， 我还没选到，所以我这边有。嗱，冇被拣到嘅都唔紧要嘅，因为稍后我哋仲有 lucky draw， 有好丰富嘅奖品送俾你哋嘅。好，多咗一个，有一个系唔系我？哦，多一个去嗰边啊。好，唔好意思啊，蓝衫嘅朋友系啦，我觉得你比较适合阿林德荣嗰一组啊，因为佢会好好保护你嘅。好，等一下你刚才是坐在哪里？你刚才坐在这边嘛，对不对？我帮你选了一位猛将过来。哦，你们那边，你看，你明明就是选多了。OK， 好，那我们这边就刚刚好了嘛，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OK， 谁刚刚进来的？我们举手一下好不好？刚刚进来的是谁？一二三四五。还有刚刚进来的，来我们举手一下。刚刚进来，还差两位。好，我这边还需要两位。我需要一个男生，一个女生。OK， 好，白色衣服那位女生。OK， 我需要多一个男生。来，中间黑色衣服这位男生，对，就是你。OK，
好，我们我哋拣好个我哋各自嘅队员嗱，稍后咧我哋 DJ 亦都会坐喺我哋各自嘅 side 咧，大家记得帮我哋加油打气 ，Remember help us， OK， give us support， give us fighting， give us love， OK， love， love， OK。总之今日有好多嘅游戏咧，就系想同大家玩嘅，最紧要咧就系你哋尽情可以参与，尽情咁去嗌，咁我哋就将所有嘅奖品。OK， 是。那如果你在我们队员当中，我跟你讲，队员非常重要。我们不怕有神一样的对手，我们只怕有一样的队友，是不是？如果你在这个队伍当中，我跟你讲，我们要一起互相打气。那如果你不在这个队伍当中的话呢，记得了，要掌声加尖叫，给他们掌声鼓励，好不好？好啦，亦都同大家讲啦，今日影到嘅所有嘅相啊，所有嘅 video upload 上 social media 嘅话，一定要 hashtag #MyDaddyComeTo。Yeah. My Daddy Come To 網上的朋友，你們都可以看到的。如果今集你 join 不到我們的話，下一集我們依然會有去到不同的地方，留我們 MyFM 的 FB 就可以了。是的，那我覺得現在呢，時間事不宜遲啦，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棒子交回給今天的主持人了呢？是 OK， 記得了，熱情熱情再熱情，好不好？一二三，掌聲歡迎今天的主持人美耶。好，喂，一二三，哦，唔得，得，佢讲唔得，哦，咁啊，欢呼声唔得啊。哦，嗱，你哋呢班朋友咧，就系代表住我哋怡宝嘅。咁喺我哋电视机或屏幕里边嘅咧，就系来自全球唔同嘅地方嘅朋友嘅。所以俾你哋嘅热情，俾佢哋感受一下，好冇？俾佢哋覺得咧，冇嚟係我蝕底咗嘅，好唔好？是，這個時候也要提醒剛剛進場的所有朋友，如果你現在，因為我們這個位置真的是比較讓所有人坐滿了，那如果你剛剛進到場上的話呢，我們鼓勵大家往裡面移，因為不想大家就是擠在門口，因為那邊也可能會比較熱一點，對，所以我們可以跑進來這邊，好，可以讓我們好好的觀賞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好，我們可以往右邊這邊，而且我們這邊右邊這邊有加座的，所以可能你們還可以再走过来多一点，然后我们中间其实还有一些位置 ，OK， 好，我跟你讲，因为上个礼拜的这个游戏呢，非常的精彩哦，而且对我来讲呢，最有挑战性的就是，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有箱子，那在箱子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很恐怖的东西呢？让人尖叫的东西，等一下你就知道了。OK， 好，咁我哋觉得我见到美欣嘅身影已经准备好噶啦，正话你哋嘅尖叫声就唔够嘅，好似我哋开场嘅时候暖场嘅时候咁。當我喊一、二、三，全部喊 Go， 好唔好？準備好，一、二、三，歡迎我哋今日嘅主持人美欣。怡寶嘅朋友，你哋準備好未啊？怡寶嘅朋友，你哋係咪真係準備好啦？喂！如果你真系准备好嘅话，俾热烈嘅呼叫同掌声你听下咧！My friend， 感感嚟2.0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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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现在正式开始，俾热烈嘅掌声我哋今晚嘅主持人，美欣。今天我們的遊戲真的會進行到大家瘋了那麼滯的，希望稍後你們跟我們一起瘋得不得？事不宜遲，馬上請出兩隊的隊長。首先我們有紅組，肥到沒人有的林德榮。Hello， 朋友你們好，給他最熱烈的呼叫聲和掌聲聽聽。誰打我這麼大力？肥仔，死嘢！呢個係脫穎而出隊啦，大家睇到啦。OK， 再嚟，當然就有矮到無人有嘅陳道英，係咁易得㗎啦。哇，好有殺氣喎，兩位。上個禮拜喺北海咧，我就贏咗，而且贏得好遠添，贏一分啫。我如果今日喺怡寶我自己 home town。贏不到陳浩然三分以上的，我陣間行路翻吉隆坡，
有。我行行到八一應該啱啱好，朝早六點鐘 on air 噶啦。你講噶，係我講嘅。你唔好次次講咗唔算數啊。係。佢成日講要食 speak 歌噶嘛，你唔係 speak 歌咩？個人。OK， 打個招呼先。안녕하세요，안녕 ，Roy Kim， Roy Kim， 大家，music，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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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仲有一個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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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大家，其實除咗我哋兩個咧，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仲有好多 team member 噶 ，yeah， 知道啦，就譬如坐喺左手邊，誒，你哋嘅左手邊，我嘅右手邊，俾熱烈嘅掌聲我啲隊員好唔好啊？榮耀隊嘅隊員。我哋 on air 揀啦，佢哋喺現場頭先揀咗啦，仲有。OK， 因為我係一個真係珍惜我自己隊員嘅隊長嚟，所以我落去介紹佢哋，俾啲掌聲我哋嘅隊員好嗎？係。好，講你啊，你睇下啲默契啊，你嗰度話介紹，你班隊員射咗出嚟啦。所以咪話番薯咯，咁樣就係。唔係，呢度我主場，呢度我主場 ，OK。麻利蒙小霸王翻嚟啦。袁家人，等先，你系万里蒙小笼包，你冇丢架走。喂，好，再嚟介绍万里嗰组嘅组员。喂，你自己介绍自己。哦，我正话介绍咗啦。Hi， my name is Joe。撒冷气哦。喂，嗱，今日好多人唔知，我哋有三个韩国艺人，赖Kim、赖Kim、Joe Kim、Jeff Park。你都系 Jeff Kim 啊，系咪？안녕하세요윤김윤입니다윤김안녕하세요윤금윤금계속가십니다아아아介绍完啦，系到我呢边。首先俾佢哋嘅掌声，高大威猛，来自夹洞嘅，冇声咗。Royce 陈志康，大家好。嗱，真系咁样嘅，全世界为我而疯魔嘅原因系因为我有条尾啊。皮卡丘尾，皮卡丘大款嚟嘅喎。聽講陣間會送出去㗎條尾。你咁幫我揾下 Vincent 先啊，一陣間。哇，睇個條尾機。係，另外一位都係來自怡寶嘅，我唔知點解，好似嚟自怡寶嘅都好中意叫阿 Jack 咁樣嚇。俾你嘅掌聲，我哋嘅新隊員 Jack 葉超尾。Hello， 大家好。其實我都有條尾㗎。冇乜英文名，好簡單，怡寶仔。好，再嚟最後一位。係，俾個熱烈嘅掌聲，唱歌靚聲到不得了嘅，俾熱烈掌聲 ，Peace 上一波。耶！有多少人是來支持 Roy Kim 的 ？Thank you， 我跟你講，米達，感謝米達。OK， 我跟你講，我是昨天唯一可以跟他拍獨照的人，所以誰說我也有拍好不好？你要我開給你看嗎？我的還是 VIP 好不好？不要打架 ，OK。我是唯一昨天跟他一起睡覺的人啊！哦，你拍獨照很厲害嗎？對，真的。OK， 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已經分得咗啦，紅組、藍組啦，我哋全部著呢件 vest 著好型，除咗林德榮似口水肩冇。嗰啲老公啊，你唔可以好兜啊，唔係好兜，知唔知啊？你幫我做一樣嘢得冇？你講，你走，你企中間。唔係啊，好彩呢度有 rubber， 如果唔係唔係就企中間，企中間。嗱，你照住我整，你擺一個款啊，嗱，手呢度起，咁我高啲啊 ，OK， 跟住呢只俾我，跟住呢只咁。哪吒的龙宫，各位观众，哪吒的龙宫。OK， 我哋今日咧就到紧你死我活噶啦，我事不宜迟，我哋马上进行第一个游戏。Yo！ OK， 带嚟你嘅队员上来先。我有三个朋友。即刻准备下我哋嘅队员，第一个的上来。第一组。好。上来。那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把道具给拿出来。OK， 由于呢个游戏咧系难度非常之高，亦都系本人嘅死穴。由于我系小霸王啫，我走先。掂啊！唔系坚惊嘅，呢个坚系惊嘅。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the vehicle's registration number of， 我想说我们的组。等一下，我要再做 announcement 呢。OK。Tua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AEJ number kereta 7392. 哎，着紧火喎架车。7392。Sila alihkan kenderaan anda. Gongsong mana? Tak bagi parking duit ke? Ada satu kereta lagi. AFU 4872. Apa U ah? Apa U ah? FU. Oh, thank you. AFU 4872. Gong Gong Dong Wah lah, Yi Bo. Oh, oh, oh. Ayo. Mai Jisi, 你小心啊！真係衝身大劑啊！唔係啊，傷咗啊，細仔。
佢啱啱遺仗氣，你咁樣打好危險㗎。OK， 總之移咗你架車，有咗交通啊，都係謝謝合作。唔該曬，我走先。多謝你。OK， 合作。好啦，我哋啲隊員已經上咗嚟。做咩事啊？嚟！哇，有鬼啊！佢好，等我解釋一下。呢個戲叫做 My Fam 錦錦 Ho， OK， 錦錦 Ho Ho 乜嘢咧？唔係你哋 Ho， 而係個 balloon 要 Ho。大家記唔記得呢個 balloon 啊？我哋特登訂做噶，唔係搞笑，好有白質，特登訂咗呢個特大 balloon 啊！我哋扮示範俾你睇，示範一下俾大家睇先。OK， 首先，嗱，手後咧出嚟示範先。呢個將會係當然係同組噶啦嚇，譬如OK， 同一組嘅，咁啊呢個咧就要戴住耳機聽啲勁爆音樂，炸爆耳膜嘅勁爆音樂。咁我就會睇一個字嘅喎，我就要用我口型去俾阿 Jeff 知道我究竟要表達啲乜嘢，但係佢聽唔到我講嘢。譬如呢度寫住 sketch， 大聲啲 ，sketchbook 講出嚟。你好番薯，聽唔到。你好番薯，係啦。我叫你猜，你好番薯。喺咁嘅情況之下，阿 Jeff 就要睇阿德榮嘅嘴型，係聽佢。講嘅啲乜嘢？講正確答案就為之勝有一分，就係咁簡單。OK， 嗱，我哋一陣都會即係會有輪流進行啦，因為有四位參與嘅朋友。係，我睇到仲有好多朋友啱啱嚟啦。咁如果你未註冊嘅咧，後邊台嗰度陣間有，我哋會送出兩架嘅呢一個名貴房車出去，同埋兩棟棒嘅攞嘅嚇。係，講笑啫。係，你都可以企過嚟呢邊嘅，如果度太逼嘅話。OK， 我有 lucky draw。我哋 lucky draw， 你要 register 我哋一陣會落閘放狗噶，啊！我哋講明咧，其實呢場 show 係 free 嘅，但你走嘅時候你要落捐50元噶，俾陳浩然基金係咪？冇錯。OK， 少一次啦，馬上各自派出。我哋由紅組開始先啦。我哋開始先係嘛？邊個？好啊。講。好，我哋派第一位。叫咩名啊？同埋你咯。同埋我啊。係。你叫咩名啊？我叫麗玲。麗玲，阿玲啦，咩話？玲啊，整錯。玲，阿 Jack 你負責猜，係，冇錯，整錯。玲錯，玲識講中文冇？識啊！人哋講緊中文啊！人哋講緊中文。係邊個怡寶又唔識講中文嘅？你話俾我聽嚇。阿玲有冇男朋友啊？冇。哇！係點解嘅？今年幾多歲啊？23。玲啊，3歲都未拍拖，陰公咯。係。嚇！怡寶啲男仔去曬邊度啊？出曬吉林波啊？我咁後生都未瘦到啦！我咁後生都未瘦到，死嘢！OK， 準備好啦喎，嗱，即係盡量講啊！現場嘅朋友唔好俾提示啊嚇！俾多支麥我 ，OK， 我好驚氣球嘅喎，慘咯！我自己講嘢，我自己都聽唔到喎。咁你可以亂講咯。你講咩啊？嚇？咩話 ？OK， 好，準備喂 ，Stand by， ready， 三。二一 ，Go！ 我哋飞咁高，风老鸭，鸭仔，男仔，鸭仔，四个字，爆啊，爆啊，鸭仔，爆，咩鸭仔啊？火捞鸭仔，系火捞，可以，火老鸭仔，爆啊喂，吓，爆，昂老鸭。喂，唔好攞命搏，火爆危險啊，女，爆啊！你慢慢嚟，慢慢嚟。火，爐，係鴨，爐，爆啊，大佬，你唔驚啊？喂，鴨，冇攞命，冇用手，冇用手，火爐鴨仔，走啊！四個字啫，四個字，走啊！火爐鴨仔，啱，下一題，下一題，係下一題啊，下一題，走啊，爆啦喂！咩？佢攞命搏嘅，我覺得真係。妹妹，我都唔理啦。洋娃娃，妹妹被洋娃娃。耶！贏下嚟，哇！俾個掌聲你啱啊！唔係。不叫敏。敏。不。敏屎。敏。哈哈哈哈哈哈！敏。啊！哇！哇！咪住。哇！阿女，你知道有氣球個？你知道入邊有氫氣會爆炸，會燒著你噶嘛？俾個五個，你做得非常好。好嘢，好嘢！嚟俾哥哥攬一攬你。原來佢，你驚唔驚氣球啊？咩薄膜？好嘢，薄膜。我覺得嗰個敏迪咧係啱嘅喎，因為佢嘴型好似180敏迪咁樣。係不要低頭啦！好，俾個掌聲嘅 Jack， 同埋我哋叫咩名啊？係犀利啦！阿玲，好，非常之犀利。兩分嘅，好，好。好。陳浩然嗰隊揀到 DJ 出嚟先，好，啊 DJ 坐側邊，嚇，冇錯，好介紹一下先，你拍照啊先，企中間先啊，俾大家睇下你啊，
来介绍介绍下我队员得唔得？好啊。叫咩名啊？做咩唔着裤出街啊？哎，因为看到你啦。你冇礼貌，嚟即刻换衫过嚟，哥哥呢一边嚟嚟嚟。喂，回来！你俾睇你有着裤，应该。喂，唔系，唔系，你睇下呢个世界真系变咗啊！女仔又唔着裤，男仔着两条裤。请点样称呼你啊？二零系一叫出二零，肯定系坚嘢嚟嘅。一睇就知道你二零啦，零零走嘅系嘛？好清楚，清楚。俾支麦佢啊，唔该。识玩啊，系嘛？一个字一个字嚟，唔好紧张啊。OK， 因为我哋呢一组有一粒钟噶，一粒钟你个头。OK， 准备麦，呢支叫麦。嗱，揸住，呢支嘢叫麦，系啦，有声嘅，你试下。讲嘢。你嘴巴记得张开喎，嘴巴张开。嘴型。OK。跟住嘴型，一个字一个字，你咁样第一个字，第二个字，而家一个字过咗先，第二个字。唔可以俾手画脚，听到冇？唔可以嘅。打佢。系啦。你系唔可以俾嘅，我可以。是但啦，环境都系猜唔到嘅。准备好未 ？My FM， 敢敢好，三二一 ，Go！ 笨的要死！笨的要死！你赢！赢！你赢！